说不清理还乱，只见真情，心情在纷乱的城市虚拟，喧嚣中何处站立，爱的错错的情难尽量。那金花和他的女婿，我的确可能不是做生意的料，我之前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涉足于商界，但是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，没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，就算所有人都不帮我，我也不会放弃，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放手的。别人都跟我说，商人重利轻情，我还不太相信。今天我算是见识过了，就连您大名鼎鼎的翟远山先生，也不过如此。我本来以为，凭着您跟我父亲的交情，无论如何您可以帮帮我。哪怕只有一丁点儿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真是太傻太天真了。既然您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不过我告诉您，我是丁伯涛的女儿，我不会轻易让中天垮掉。再见。着急，你看大姐夫刚给我来的短信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别开。是啊，妈，不急不急，现在外面正堵车呢。对对对，堵车堵车呢。堵什么车呀？堵车，这都是借口。我们来的时候不一路畅通吗？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妈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妈，快点。哎呀，这路上堵车呀，这堵。我死了！哎，你们都到了。哎呦，亲家母，这几天不见，您越发精神了。对，我越等越精神。妈，坐。哎，薇薇呢？啊，哦，那个大胖领着到游乐场去了。哦，妈，这菜都点差不多了吧？都点了，好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口淡，不知道我点的你们喜不喜欢吃。别客气，亲家母，这俗话说客随主便，您点啥我们吃啥，不挑。对，就是就是。那差不多，来吧，来。客随主便，我也客随主便。那就来吧，来这。妈妈，今天呢，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咱们吃个团圆饭啊。咱们别，这可得说清楚了，怎么成团圆饭了？这不说是赔罪饭吗？妈，嗯，这跟这，对，说清楚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饭？这团圆饭跟赔罪饭是截然不同的两顿饭。亲家母，既然是赔罪饭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吃了啊。别客气，您吃。赔罪饭嘛，只要心诚就行。妈，这些菜都是您点的？对啊，怎么样，好还是不好啊？上档次。那当然了，赔罪饭嘛，
不上点档次，那是没诚意。那我还不吃呢。嗯，可不。哎呦，这么多，嗨，只要心诚就行了。点这么多，哎呀，亲家母，可让您破费了。大家先别说了，咱们吃吧。对对对，来吃。吃什么吃啊？先说清楚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饭？谁赔谁的罪？您拍什么桌子呀？妈妈妈妈，好，您有话好好说。妈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啊，大家在一起就是吃顿饭，就没我不是您说清楚了，我到底是怎么？喂，哎，大宝啊，微微怎么了？喂，陈伯伯您好，我是心如。啊，我知道您很忙，我只需要占用您一点点时间。您看，您呢是我们中天集团的大股东，同时也是我父亲生前的好朋友，现在中天集团。什么？您也让我去向银行申请破产？陈伯伯，这。我做个顺水人情，收购中天这个烂摊子，这样你也不至于人财两空嘛。喂喂，跟叔叔说再见。大宝叔叔再见。好。下回叔叔带你到游乐场玩去啊。是吗？是啊，咱们说好了，下回带我去游乐场玩。好，咱拉钩。拉钩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谁变谁小狗。行了，这小子，来，大宝，来坐着。不不不不，快，不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有点事儿啊。各位慢慢吃，慢慢喝啊，我先走了。要伺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跟我还客气。这一大家子人都等着你，走了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走了，我不送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好，说吧，一家人吃个饭，你把位子支走干嘛呀？这他身边没个亲人，他能不闹吗？微微，咱不都说的好好的跟大胖叔叔玩吗？你怎么又闹了回来啊？
想和奶奶、外婆在一起。来吃吧，大虾啊，补钙的，吃吧。还有鱼，你看，松鼠桂鱼，我可舍不得那么糟的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我点了份鱼刺，是糟的钱。赵海，说说看，你妈什么意思？妈，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你看，咱们这一家人，你看多不容易凑到一起。然后这个微微现在也来了，是吧？吃的好点儿。这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咱们动筷子，动筷子，来动筷子。好，那个丽丽，你这个就属于和稀泥了，是吧？妈呀，是个明白人，这吃饭呢也得吃顿明白饭。就今天这顿饭，到底是谁请谁，到底是谁给谁赔罪，那这个应该拎清楚了。别说，就吃个饭，哪那么多说道？周明说的对。那么老大远的赶过来吃饭，总得说说清楚啊，对吧？总得有个说法。妈，亲家母，你要干嘛呀？啊，是不是觉着我们拉赵海老师你就往死里逼呀、啊？你要个什么说法？只怕你给不起。哟，还给不起？您还能狮子大张口啊？别以为我们老师您干什么，我眼里可不揉沙子。说清楚，谁欺负谁了？谁欺负谁了？没没没，妈！你还跟谁欺负谁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外婆不吵，外婆不吵了啊！妈，你们就别守着孩子吵架了。你看我大姐夫就是怕你们俩吵起来，所以才把微微托送给别人看的。吵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。咱们一大家子人总这么吵吵闹闹的，多不好。这样，我提一个议，从今天开始，以前的过去了就算过去了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，咱们一大家子人快快乐乐的，和和美美的，这你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一切从今开始。好，来啊，干杯！对，来，干。好吧。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那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那我也说句心里话，赵海，您说，妈确实有点错怪你了。嗨，反正日子长着呢啊，日久见人心嘛。对对对，亲家母，您这算说了句大实话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来吧，举杯来，为了以后的幸福快乐啊！来来，慢点喝啊！爸爸，嗯，我愿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吃饭，贝贝，那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乱讲话。真是想什么是什么，还搬过来一起住，那家里面也不方便啊。方便方便，又不是家里没地方住。赵海，你就搬过来住吧。我这怎么还给弄回来呢？啊，是啊，大姐夫，你就搬过来一起住吧，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嘛。再说。妈也有个人照应是吧？就是啊，多热闹啊。大姐夫，一会儿回去我马上给你收拾屋子。对呀、啊，这就对了。赵海，你得搬回去，哪有孩子不跟着爸爸的？亲家母，那我住哪间呢？妈妈妈妈，你不是要回老家吗？怎么又住哪间呢？我改主意了，既然有地方住，我就得跟儿子孙子住在一块儿，是不是亲家母？
什么人呢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还住进家里来了，真不知道挨骂这两个字怎么写的。气呀、啊！人家薇薇奶奶可能就是给你开开玩笑，这么一说。就是啊，妈，您别自己找不痛快了。回头血压又升高，再气出个好歹来，我看这事啊，就不要放心上啊。要我说，你们姐妹两个人啊，说话就是不长心。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兵临城下了，还这么掉以轻心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在瞎说什么？妈，你千万别听他的，没事儿。怎么没事儿啊？怎么没事儿啊？都已经，刚才是什么什么下了？怎么说的？兵临城下。对，都已经兵临城下了，我还怎么样啊？啊，我还没事儿，急死我了。你说这乡下人一住进来怎么弄啊？家里乱七八糟，脏死了，烦死了。仲明，赶紧给妈想想办法，怎么办啊？妈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讲了，回头文慧要埋怨我。妈，您自己看着办吧啊，反正呢现在就是大敌当前，您得严阵以待啊。你还说先知家里不够乱？哦，我不讲，我闭嘴啊，我什么都不说啊。妈，反正呢这个房子呢就是您的，生杀大权您说了算。要我说啊，这个老的少的小的一个都不要住进来是最干净的。姐夫，你可真会给咱妈出谋划策，一个都别住进来。你这一个篱笆扎得够紧的呀！我跟你说吧，我看你说来说去就是给你自己做打算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妈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这是叫什么？言多必失，这就是言多必失。好好好，我什么都不讲，什么都不讲了。妈，您自己想办法啊。哎，一个都不住进来不对吧？那薇薇也不住进来？薇薇得住进来。薇薇她爸爸也能住进来，就那老妖婆不能住进来。妈，您就是想不开，您想您让薇薇住进来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好痛的，我跟你急啊！你给谁急？哎，干嘛呢你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这么对她的？怎么红眼睛绿眉毛的样子？哎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这么对她的？那你接下来想怎么样？你接下来是不是哎这样啊？不是妈，平时在家里都是文慧管着我的，就我这身上都是被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一上班的时候，同事都跟我讲，哎，小任，你是，不是妈，我们讲得好好的，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呀？啊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共同防御外敌呀。对，防御外敌。哎呀，这不是小事儿，得好好盘算盘算。哎呀，这一个小小子坐在门道这儿。妈。我特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净整这突发事件呢？啊，好不灵的，你怎么想起来要住人家里去呢？咋想的呢你？我咋想的你不明白？啊，我天天住这儿，那钱哗啦哗啦的流。再说了，我想想不甘心，凭什么呀？我的儿子，我的孙子，跟那个臭美老太婆住一块儿。我要住，大家伙一块住，啊！有我在旁边看着，我看他敢欺负我。谁欺负我了呀，妈？你这说这玩意儿，人家还没欺负你啊，人都在你头上拉屎拉尿了，你不觉得？那不叫欺负。你那房子怎么没了？还有你的工龄，那不是为他们家买断的？这不又来了。我都说了，这是我自愿的，不是人家逼我的。你这才叫狠呢！杀人不见血，吃人不吐骨头的。我怎么养你这么个傻儿子呀？你到现在都赚不过这个金来，合着你那100万白出了？妈，这都是一家人。她是玉英的妈，也是我的妈。你说一家人做点事儿，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？那分那么清楚干啥呀？这干嘛不分清楚啊？什么应当应分的？你是前世欠他们家的，还怎么着啊？你看看你现在呀，就差落魄街头了，还那冲大个的，还不让你妈管你呢。
什么叫落魄街头啊？我现在不是有地儿住吗？而且人说了，不是让我搬回去吗？那话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嗯，好，算他有把子良心。我儿子住哪儿我住哪儿，我这说破大天我都占着理儿呢。那房子有我儿子的份儿，我儿子的就是我的。我住那房子呀，理直气壮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主意已定，劝也白劝，我就得跟我儿子，跟我孙子在一块儿。哦，太好了，我就喜欢大家在一起，耶、yeah! ！听听听听，我孙子都比你懂事儿。薇薇，以后奶奶就跟你住一块儿，真的？咱们天天不分开。你爸他怎么回事啊？他关哪门子鸡呀、啊？这都打好几遍了，关机关机的。奶奶，我爸爸是不是躲起来了？躲起？他干嘛躲起来啊？您不是要去外婆家住吗？他一转房回来了，所以就躲起来了。清晨小神经想的还挺多。奶奶告诉你，我不怕。你爸爸有招啊，奶奶我是见招拆招。不，咱不用他，咱自己走。走，你走走。Thank you.
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医院呢？我送你来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？哎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给我发了信息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是，我给你发了信息，那是因为我想一个人静悄悄的上路，所以我才发给了一个完全都不相干的人。你看见了，完全可以当做没看见，你就不可以吗？那个，你休息吧，刚洗了胃，留点精神吧，啊！我要你滚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感激你的，我只会恨你。你救了我这一次没用，你不过是让我再去死一回。喂喂喂喂，干什么呢你？哎哎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你再叫，大夫，你再叫，我就……我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！我不叫，我不叫，好不好？如果马上在我眼前消失，马上。哎，我说丁心如。这命是你自己的，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。那你真的要死，你给我发信息干什么呀？啊，再说了，我是跟你没关系的人吗？哎，你坐我那么多次车，你还没给我车钱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欠你车钱？对呀，你想想，你坐了我那么多次车，你付了几次钱？你想想。我挺心如。我从来就不会欠人任何钱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要想死，别跟人折腾，上楼，到楼上24层跳下去吧，肯定满你心愿。跟这折腾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你？你瞧你这个没出息的样！你竟然骂我没出息！你有出息吗？有出息你这么寻死觅活的？你看看有多少人活得不如你，人家怎么都活得那么自在，都那么快乐，你怎么就不行？啊！你要是心里不痛快，憋得慌，去找个发泄的地儿，喝酒骂人哭干什么都行，干完了回来振作起来接茬干呢。你有那本事吗？你就是等着让人看笑话了。你这样就是个熊包，你知道吗？我没用，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。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一无所有了，我很害怕。我不知未来的生活，我该怎么过下去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也不至于寻死啊，怎么过还不能过？这一屋吧，自己再收拾收拾啊。哎，您慢慢，我来收拾。奶奶，哎，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睡。哎，好累呀。不行，这是北屋，凉得很，你小感冒的。哎，不要，我就要跟奶奶睡。就让她在这睡吧，这么大的床还可着她折腾。嗯，这屋不凉啊。
啊，多好啊！真是好房子，好地段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什么地段？黄金地段，这房价说出来吓你半死。哎呦，吓死谁呀？它再好再贵，那不也是赵先给保下来的吗？别跟施舍我似的。微微晚上就跟奶奶睡了啊。嗯，好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这孩子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，没有我带他睡，他睡不着了。亲家母，您才带几天呢，这孩子打小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这么大的，哪根葱啊？他奶奶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他姥姥，谁的地盘还没定数？哎呀，你们都别吵了，再吵我一个人睡。啊，哎，外婆不吵不吵，外婆乖啊。外婆有一个办法，哎，我们一个人一个晚上，老少无欺，共勉合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行，我听您的，啊，听姥姥的。OK。哎。招你了！我让你给我去调查何兆涵，你就这么敷衍了事啊？我没敷衍了事啊。哪位为您办事儿，不都鞠躬尽瘁的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调查的啊？你说什么啊？何兆涵这也好那也好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单身，没有老婆。我呸！他有老婆的。他是有老婆呀，那是以前啊，他老婆现在死了。你说是不是这样？他老婆死了？啊？你没有骗我吧？借我个胆儿，我也不敢骗您老人家呀。行了，走吧。不是，杵着干嘛呀？赶紧走。这个何兆涵虽然有过婚事，但是条件还是不。再说了，人们都说结过婚的男人更懂得疼人呢。嗯，我要再接再厉，一定要把他给拿下。加油！谁呀？这里是何兆海的家吧？是啊。啊，那您一定是兆海的妈妈。是。您是？我是他的同事，也是他的女朋友。你说什么？女朋友？